怎么了？我好渴，赶紧给我拿杯水来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亲爱的。那冰凉凉真舒服哦。又怎么了？本王的肚子在咕咕叫，让我吃点曲奇吗？就那种形状像皇冠的那些，好吗？谢谢你，亲爱的，本王太喜欢这些曲奇了。又怎么了？我是真的很想好好休息一会儿。我很抱歉，可是没有牛奶，我咽不下去这些曲奇。现在你又要牛奶了？为什么你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问我要东西？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拿？怎么？你怕了吗？什么？你是说本王在害怕吗？黑夜又没什么好怕的。我知道本王才不害怕，我要证明给你看。你不需要证明什么，我去给你拿牛奶。够了，今晚我将会在城堡外面过夜，彻彻底底的证明本王一点也不害怕。晚安。哇！好怕，我在外头了。我是说，这没什么好怕的。对于像我这样勇敢的战士来说，绝对没问题。国王，你好，旅店老板。本王将在此过夜。但我只有一张。这床好像挺舒服的。床。出什么事了吗？你太无礼了，旅店老板，你都没有给我提供睡前点心。给国王一块小小的点心，一块饼干，上面放奶酪，好吗？再放一块棉花糖。腌菜，半块曲奇，冰块，杏仁糖，嘟嘟毛，小卷青菜，压扁的香肠。快吃你的小点心吧！睡觉前我通常会洗个澡。
要退房了。快走开！可是本王不想离开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好吧，别告诉别人，本王从来没有在城堡外睡过觉。外面有影子和奇怪的声音，本王很害怕。你害怕黑夜？也许如果……衣柜里有怪物。没什么可怕的东西，你看。那这个呢？这是个墨西哥音乐家。硬纸板做的墨西哥音乐家。你害怕的东西其实一点也不可怕。那是什么？只是一只嘟嘟猫头鹰，它们晚上就是会发出这种声音。嘟嘟猫头鹰，本王还从来没见过呢。每天晚上，果胶星球都充满了各种声音，正是在这些声音中诞生了音乐与这颗和谐的星球。这就是果胶星球在晚上的样子。